魂老爹感电玩。大家好，没有错，老爹今天又要来大爆抽了。这个远征哦，老爹是越玩越喜欢啊。所以说老爹最近这个花的这个钱啊，是你看一下老爹这个钻石来到了十万钻哦。那么等一下我们就来大爆抽了。你看最近这个日礼包都买成这个样子啊，然后我们的月礼包啊也买成这个样子啊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还不支持还不订阅下去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这么一个热爱远征的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做影片的人啊，你们还不支持下去啊，麻烦先订阅加追踪。好，那么呢，老爹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开抽。我们先来抽这个所有英雄，我们有86张，我们来8次十连抽。来看一下老爹的心愿清单，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心愿清单的那个中奖率高不高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各位观众，来纸啊，来张纸吧，靠腰。哎呀呀，一直都没有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。纸纸纸纸纸纸葡萄纸啊，哎呀呀，靠腰啊，保底啊，干你娘哎，怎么这么难抽啊。好，至少要双纸吧，各位观众，来这双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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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纸，哎呀呀，保底的。这什么啊，这只是什么啊，哥啊。好了，这只应该有放心愿清单哦。好，勉强接受。好，这只老爹之前就吃掉，他妈吃一堆啊。再来纸纸纸纸，干你娘，给不给啊，我靠。哎呀呀，都只给保底的纸啊。纸中介干你娘，哎，真的是很黑耶，我靠，今天怎么那么衰啊。好，再来纸啊，纸纸纸，哎，有有有有有一纸，怎么又是你啊，我靠，这么多素人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纸纸纸纸，给不给纸啊，干，来个双纸吧。哎呀，又共估啦。好，再来，这次一定要给我纸吧，干，好歹，哦，有有有有有有，不要再素人了，我靠。哎呀，随便啦，流放之毛，给我个新脚也可以啊。好，那么再来呢，老弟有很多的这个，欸，等一下啊，哦，这个一直跑，等一下啊，我们，哇，好爽啊，各位观众，所以好，这个很过瘾耶。好，老爹有150张这个种族券哦，150张种族券，总共4个种族，除了兽族之外，每一种种族抽40张，没办法，兽族是后娘养的啊，你叫我兽族抽40张干什么？兽族30张，亡灵40张，各位观众，亡灵啊，值啊，古宫啊，有啊，亡灵古宫啊，古宫啊，哎呀呀，科学怪人啊。好了，也行也行，第二次古宫啊，哎呀呀，共估啊，靠背啊，再来古宫啊，古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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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，我靠，抽种族券比较欧欸，我靠，哎呀，耐啦，我靠，几次啦，四，哦，三次，好，再来古宫古宫古宫古王也可以啊，我靠，古宫啊，古王啊，干你娘没啦，怎么什么都没补到啊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改一下，欸，不对，欸，这个好，兽族，后娘养的兽族，好，没问题，兽族抽3次哦，兽族他妈要抽谁我都不知道啊，只要不要狮子就好啦，兽族我他妈不知道抽谁啊，但是还是要抽啊。
平均练啊，要拍影片你要平均练啊，每只都要练啊，我靠。不要狮子，来直的。不要狮子啊，不要狮子啊，我不要狮子啊。好，又是你啊，这个之前被我吃光啦。最后十连抽。来。双子，双子啊，干你给不给啊，我靠。哎呀呀，共估啦。好，再来。我们的绿意，绿意也40次，好，没有问题。你看，绿意我要抽谁啊？哀龙啊，哀龙啊，各位观众，哀龙啊，我只缺哀龙啊。哎呀呀，共估啦，哀龙啊。哎哎龙龙啊，干你可不给子啊，哎龙哎龙啊，乌龟啊，靠腰。哎呀，乌龟啊，高尔夫啊，他叫高尔夫啊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再来。哎龙啊，干我要美男子啊，你那个死乌龟干什么啊，打高尔夫去旁边打、啊、我靠。哎呀，又没啦。最后十连冲，哀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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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哀哀你妈个龙！哎呀，好吧，各位观众啊，哀龙不来啊，我靠！没关系，我们再换，每个种族都妈抽过啦。好，光耀，我们要那个，大家都在问那个老爹的瑟恩呢，瑟恩他妈我吃掉了啦。瑟恩我吃掉了啦，不要再问了，干你娘！我现在他妈的要抽回来。瑟恩呐、啊，瑟恩呐、啊，瑟恩呐、啊，瑟恩给不给啊？我靠，瑟恩哎、欸，有啊，瑟恩呐、啊，我他妈吃光你啦！好，罗万，罗万也很棒啊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再来，瑟恩，瑟恩，瑟瑟恩。恩瑟恩瑟恩呐、啊，靠腰，一张都没有啊！再来，瑟恩，瑟恩，干你娘，很贵耶，你他妈给不给啊？瑟恩呐、啊，我靠！哎呀呀，又没啦！好，最后一次十连抽，各位观众啊，瑟恩来不来啊？吃掉了，他妈的又不来啦！有啊！瑟恩啊，有啦，我他妈终于有瑟恩啊！再来，再给我一张啊！我还很缺很多啊，我缺超多瑟恩的、啊。哎呀呀，没啦，这不能按了吧？没有啦。好，这个要他妈要这个他妈要抽谁啊？我靠！哎呀，好难选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好，我们抽瑟恩好了，瑟恩啊，我吃掉了瑟恩啊，瑟恩。好，各位观众，两张了，我他妈的终于两张了，再来，瑟恩啊，瑟恩你来不来啊？很瑟的恩啊，靠腰女仆啊也可以啊。好，再来，老爹这边还有一大堆这个。这一次给他按掉，好，各位观众，瑟恩，靠药什么啦？背包已满，我靠！好吧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先一键进化。我靠，各位观众，你敢信啊？这么多角色卡，哎呀呀，好过瘾啊！好，可是好贵啊！好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的女仆好像可以。我们的女仆好像可以再加一星了、哦。这女仆老爹之前也是吃掉过的、哦，真的是悔不当初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你没事不要乱吃神话角啊。好，各位看一下老爹的瑟恩他妈，这真的只有两张啊，我没有好小你们啊，我已经快 VIP 16啦，然后我瑟恩他妈只有两张啊，哎，三张哦，哦，三张哦，谢谢，有三张啊。好惨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没事不要乱吃啊。
好，老爹看一下这个素人再两张就可以神化了。好，没问题。神，哎呀呀呀，看你娘，女工啊，女工我满出来了，我五星了，干你娘！神，哎呀呀，死老头，我靠，你没事来干什么啊？还有什么可以抽啊？我靠！哎，这边有一只这个我喜欢啊，这个巴登之前老爹也吃超多的、啊，我也都想练啊，干！还是缺很多哎、欸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那应该是没什么可以抽了。今天大爆抽就到这边，那么再来呢？下一部影片老爹会抽这个十万钻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好，影片的最后呢，其实各位的留言老爹都有看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这个陈汉先生他说，老爹打哥布林可以让女仆跳光法，女妖换兔男洛桑，我相信可以破10亿。然后下面这个令 LIN 先生，工位哥布林女妖下去换洛桑，依你等级资源量至少打13到15亿了，我这么弱都打过8.4亿了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各位观众，老爹绝对相信你们说的话。那么我们就来测试看看。好，老爹把女妖的装备给我们的光法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光法的装备给了这个洛桑。好，洛桑。哎，靠腰，好，给他带个神器，保一下生命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就来打这个工会 boss 啊、哦，10亿啊，我还没打过10亿啊，各位啊，我相信你们啊，你们讲的我有看啊，你要让我打10亿啊。好，各位观众，睁大你们的双眼啊，老爹打工会 boss 破10亿，你敢信啊？破10亿啊，我靠！大家都这样讲啊，每个人他妈的都说可以啊，让我破10亿啊！哎，看起来好像可以啊，已经1亿了，我靠，一开场就1亿了，我操，你们也太强了吧！我还以为真的搬不到哎，2亿了，该不会真的10亿吧？我靠，这乡民的力量你敢信？13。5亿了，我靠！可惜啊，这个洛桑死翘翘啦！哎呀呀，5亿7啊！哎，这洛桑如果还活着，应该是真的有10亿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可惜洛桑死翘翘啦。好，伤害来到了6亿。老爹之前用女妖大概打7亿5吧，我记得是7亿5吧。好，可是这个洛桑太软啦，各位观众啊，洛桑太软啦。罗恩也死了、啊，好，至少好像超过老爹之前的成绩哦。老爹之前是7亿5哦，这一次看起来有超过一点点，但是没有10亿啊！我靠，你们说的10亿没有啊！我操！哎呀呀，7亿7啊！好了，还是多了5000万左右啊，各位观众啊，6000万。好，没有问题，还是比原本的强，感谢各位的提供。那么呢，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法，希望老爹测试，那么再告诉老爹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